另外来看到国际浮光会多伦多协会举办的太极晨操健身讲习，透过了中国传统武术，让民众居家防疫期间也能够不受场地的限制来舒展筋骨。有一个糖啊，手机功能机。太极晨操健身讲习活动邀请习武40多年的佛光人，用线上课程教学员基本的太极舞步和如何调息运行，要达到健身和养生的双重目的。选个身体，这个叫体啊。多伦多佛光山人间学院也为学员安排玄功20诀的课程，此法重在调心、调法和调息，这些讲座都简单容易学习，男女老少都能在家练习，不受时间和场地的限制，让居家防疫的民众能在家舒展筋骨、陶冶心智，达到修身养性的效果。人间卫视加拿大多伦多综合报道。